吃麦片早餐的，现在时差的关系，然后起床时间都很奇怪，现在才6点，然后5点多就起来了。等一下要线上的 presentation， 所以起来准备。These websites, search ads can come up, and then they can come up on our website. So women support were our main marketing, display advertising, and so on and so forth.Why not a traditional marketing campaign? Well, 心心念念的梧桐号。我想喝台湾饮料哦。这是什么？我看看。雪绒草莓奶酪。这是熟悉的手扶梯声音耶，这里什么时候开一家露露的门啊？我们来找豆豆吧，对不起我迟到了。打败了，居然看到顶王耶。今天台北是下雨天，我们要去吃 Joyce Eat。 这是去年吗？我生日的豆豆带我去吃的，然后我们都觉得很好吃，所以我们今天要再去吃一次。其实我有点忘记了，有没有拍照？有，有拍照过。我给你看，帮客人点菜豆豆每次都爱带我去吃很好吃的餐厅，他是我的美食达人。叮叮叮，豆豆 always 喝红酒，我 always 喝白酒。这里是前菜的面包跟奶油，这个是小鸡翅。我们上次吃的时候，外面的阿伯一直在看我们。这是松露蛋，就是加了松露的蛋，名副其实。很认真帮松露蛋拍沙龙照的豆豆。我要开动了，这是虾虾配干贝。豆豆也吃得太优雅了吧。这是超好吃的松露皮带面，好吃好吃。不过为什么这里有一滴没有抓到？请问那个绿绿的是什么？是薄荷酱。好，再来一点。好，谢谢。
今天一直无限过敏，狂流鼻涕。我要开动了，我每次都吃不完，好饱哦！天啊，他居然找到了一个蛋糕，太浮夸，这蛋糕也太大了吧！我可以过生日了。因为这个蛋糕太大了，他不建议我们打包，所以我们要一人一半把它吃光光。哎，这应该有六寸吧？好夸张，看起来很好吃哎！我其实很想拍豆豆切蛋糕滑稽的样子。歪掉了。到过了二十几年的生日还是不会切蛋糕。耶，生日快乐，生日快乐。这里的东西不管是肉还是前菜还是蛋糕都超级好吃的，推推。我们这蛋糕就是要加糖跟奶油，鲜奶油一起搭配的，很好吃。谢谢，超好吃的。我今天来巴扣来聊天，但我手机要没电了，所以我要强迫下班了。拉斯拉比。